你说啊，拍摄啦，今日交了这么久哦，我们应该来走啊。啊，你好啊，袂哩，过两下再走啦。昨昏姐啊讲的话啊，你莫放伫心肝内呢。伊这个人有嘴无心啦。袂啦，袂啦，袂袂，伊拢是为着你好啦。而且吼，老一个查甫人在那过暝吼，会害到你的名声啦。崔氏人诶，随在因去讲啦。为了做酒家女，本地就无啥物好名声。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啦，伫阮兄弟啊心肝内哦，你是上值得尊敬的人。阮从来哦，唔捌看轻过你。真心也好，安慰也好，讲咱真感谢。李柱，新天，李爸，新天，到你，老高，有啦，啊，没问题啦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拄则我才甲李柱讲吼，无爱搁甲叫了，要来走啦。哎，等下，咱做伙来去找迄个工头啊。变啦。我有想过啊，就算讲咱找到迄个工头，伊若打死无爱讲，咱无证无据，也无依法来干涉。嗯，你毋是一直希望会当洗清你的冤枉，啊了后才转去靠山遐上班？唔免啊啦，唔靠山遐个性哦，搞多伊，伊阁爱面子。就算讲恁即届误会洗清啊，伊嘛袂阁重用你啊。哎，不然趁这个机会参详做生理啊。做生意，是啊，我出钱，阿恁出力，斗阵开一间餐厅。以后路面讲串通讲白贼啊，会当光明正大请阿姆来餐厅吃饭，安尼毋是真好诶？不过小人哥伊平面咯，小人哥死掉啊，感觉真实做酒家女做一世人。哎，雷主席建议吼，我举双手来赞成啦。以后。咱就免看房的面色哦，来趁食，而且李主吼，买那两扎脱离就个属于信。阿你拢袂讲话，安怎？你无赞成啊？坦白讲，我对开餐厅哦无啥兴趣。无要紧啊，行行出状元嘛。你也无爱包油汤，看你对啥无兴趣，我拢总配合吧。信天呐，亲像雷主这种头家吼，是点顶眼血都拢摕无的。甲迄靠山比起来，是毋知好几啊百倍呢。伊若要出招股东吼，是为台湾头摆个台湾尾，嘿，你得丢丢啥？当然啦，雷主头家好，有人缘，搁控高，迄若要开餐厅哦，霸面赚钱。啊，你即卖意思是答应咯？嗯，店恁两个开啦，啊，我若有闲，我一定过去斗相共。哎，你这个人哪会这么歹斗阵？感觉你唔知影，李主要开餐厅，拢是为着你。李主的用心，我当然嘛知。啊，既然知影。还阁拒绝？李主，我想要回去靠山遐，除了要证明我家己心袂意外，我还想要跟伊成为比恶作不才的生理啊！你头壳是歹去啊？是？靠山标袂到迄块地，公司吼挡无久就倒啊啦！你回去吼，不但恶无生理，我看颠倒去拖你去。注意啊！一个人要当喺家己的木材市场，撑下几落十年，一定有伊的本事。啊，若无，伊要哪可能连年几落届林木工会理事长啊？一时风使一时转啊！搁安那撑下吼，迄种过去的代志啊。只要我来断吼，伊的气数已经尽啊啦。我是凭信心决定啊，我无相信什么气数，什么命运。扩张伊即马当初让小天。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考验我的地位，证明我的实力。我有信心，一定我都帮助伊东山再起。你平常时唔是足成功的，啊，这时阵那变甲足突头啦。你唔是石头，
伊心肝内要怎样放袂落？地主，地主，地主，你莫误会，我绝对唔是因为……是唔是你心肝内想清楚？自头到尾，你接近黄富生的目的，我拢知影，无想要点破你。你去黄富生开赌，我心肝搁较足欢喜，想要到到尾啊，竟然还是空手忙一场。地主啊，我是足悲哀的，过去你做过较济代志，到尾啊，甲遐黄富生是袂比的。我含趁钱啊！关伊看开，早不要家己认识。地主啊，你对我付出甲牺牲，我拢知影。我嘛真心意为你做千万项代志来报答你啊。请你甲我斗阵开一间餐厅，你都做袂到啊！我哪敢要求你什么啊？地主啊，我无兴趣甲你开餐厅，迄是因为我对木材生意已经有真心的感情甲理想。那这点我会用好好甲你解释啊。唔免啊。今麦不管你讲啥，我认为你在找借口。问题你已经决定啊，徛在朋友的立场，我支持你去追求你的事业，跟你的感情。我袂阁变叫你搞开餐厅。别说。别说，我有几句心内话，等你听我讲出来了，你就袂认为我等于靠山也是为着黄老师啊。你莫讲到黄老师啊吼，大概你讲到黄老师，我的心都放在占在位嘞。我死心啊，我无想要搁忍受这款心肝大家来诋毁的感觉。我拜托你，你即晚就离开，咱两个暂时莫搁见面啊。地主啊，我拜托你，算是你替我做一件代志吼。离开我，就算是你报答我。我袂放弃，我会找机会好好甲你解释。你替伊做遐尼济代志，搁有看伊安怎伫咧报答你？地主。感情不是安尼伊的，痴情人哦，永远是伤心人啦、啊。